中國人最衰。
外星係一個鬼殺咁重，天天咁重。另一個例句，中國十幾億人口，點會團結啊？四分五裂，遲早會將中國個幹滅亡啊！你哋就咪啲教授阿老國咁樣。若果係，誒邊個幾個啊？若果係。咁咪公投咯，將你所有嘅方案列出嚟，經過人民嘅公投係贊成你嘅方式，咩價值作嘢嘅，咁咪公投咯。好似台灣嘅人民2100万人民，佢哋都叫啊搞公投啊。咁我叫計劃政策嘅大隊都四分裂，頂你又攻擊，又話梁振英做唔到嘢。咁你成日都一個自己個特首。香港就嚟死㗎！我都贊成香港就嚟死嘅，我亦都係因為見到咁嘅情況裏邊咧，究竟我哋想個社會係繼續咁樣分裂沉淪落去啊，定我哋尋找一個方法去解決到？一個方面呢位街坊嘅朋友咧係中國人可能民主嘅，但另一方面佢又支持公投。咁其實咧，我哋呢一次嘅成個運動裏邊咧，亦都包括咗好民受者嘅，包括好多中國人市民啦，係出嚟投票。啊，如果作為一個質素差啊，好啊，嗰啲年青人下一代真係唔好生仔女啊，真係。如果我要講咧，就係講全世界咧發展民主啦，我可以咁樣講法。我一個社會咧喺真係普選嘅時候，有香港咁。我哋而家講咧發展民主咧，有幾個社會條件咧，令到民主係可以發揮功能，包括咗就話比較現時呢個社會教育水平係高，法治公民社會，呢啲都係好多我哋攞研究嗰陣時咧，覺得我哋嘅民主咧，但係你睇全世界裏邊有好多國家咧，根本喺呢啲教育水平咁樣好低落嘅時候已經開始嘅民主，好似香港咁樣，係有咁完整嘅條件嘅社會咧。其實比任何好多歷史上好多國家咧進行民主化咧，已經係更加好嘅。所以我其實自己對於香港咧走向民主咧，唔係好放心。我覺得要我哋有個新嘅發展環境，更加有水平。其實我哋嗰個社會比較現實嘅。咁問題就係咧，我覺得夾硬唔知民主咧，先至個社會一向前走咗，個制度落後。咁所以咧，佢哋夾硬仲係用呢個以前嗰度殘舊嘅制度做咧，香港只會好似同我所講。我都有少少補充啊，其實啊，小偉街坊今日個論壇嘅開始以前都有喺會前嘅黃子華，不過我都即係尊重佢啦，咁啊得話即係一定有機會一定可以發言，不過如果能夠聽下報片咁啊更加好。咁就有幾點好簡單啲歷史嘅事實嘅資料補充嘅，即係中國嘅地方我哋都有台灣作為一個華。實踐同埋落實得到好民主嘅，咁啊台灣喺啲陳春燕嘅年代已經係2300万人口，頭先各位先生講話2100万，咁所以咧華人社會係去即係爭取到民主咧係有先例，都係即係值得我哋去參考。第二就係講到堆填區嗰度，我亦都想分享，因為第一我就真係住喺堆填區嗰區，我就喺將軍澳好多年。咁啊，我作為立法會議員，早前咧個立法會嘅環境事務委員都去個南同首爾嗰度考察咧，我哋好驚訝地問佢哋點解嗰度做到啲咁高難度嘅商業區、文化樓，甚至乎咧係整個商界全民運動去投入去做嗰啲垃圾按量收費啊，連個餐廳裏邊擺唔擺支牙籤出嚟俾你攞啊，都要政府係有規管一啲咁難嘅招，點解可以做到咧？我哋得翻嚟嘅，當然有好多答案啦。就即係政府要好強有力地去執行啊，商界一定要合作啊。佢哋有大量嘅工業啊，即係有一個自給嘅工業，令到政府係可以令到商界咧係可以即係同佢哋合作。不過有兩個答案係好有趣，就係話第一，原來南韓首爾嘅人答就話佢哋愛國；第二就係佢哋有民主。他們在90年代、80年代發展民主運動的過程咧，係伴隨住他們去反核、反對興建核電廠啊、焚化爐啊，咁樣係有制約地係去
區咧，其實係結合埋一齊。佢哋認為，當政府透過民主選舉係讓佢哋投票選出自己嘅政府，仲有唔同嘅市政府係為自己個區嘅都市固體廢物嚟去負責任嗰陣時咧，佢哋就算係去俾呢個嘅垃圾按量徵費，同埋喺翻自己區裏面去起一個焚化爐或者堆填區，係去處理翻淨有區裏面。唔係隔離市喎，唔係隔離附近好遠嗰啲揾啲垃圾嚟係去燃燒或者係堆填嘅話咧，佢哋都接受。即係一啲高難度嘅嘢，透過佢哋嘅制度嘅改革，特別係政治制度嘅改革咧，係大展得到，係可能係有先例。所以我覺得即係唔容易，我想講嗱係唔容易，但係並非不可能。嗱、即係我相信我哋中國人都應該係要配有民主嘅，我哋中國人唔會比世界各地其他嘅民族係低，我哋係有質素嘅。問題就係我哋喺我哋呢一代人，我哋希望我哋可以落實得到同埋爭取得到。好，咁我想請問，仲有冇最後一條問題？因為如果冇嘅話咧，咁就我哋要答全部嘅問題啦。仲有冇最後一條問題？有在座嘅居民或者街坊，你想問嘅各位，有冇啊？參與啦。